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那我们来进行图线吧。有。这样也猜得到。村长挂旗舰不知道是哪一个，后每次都要这样点，好麻烦。回房休息，搜寻大赛。OK， 这个是我们能力不足的情况之下，后面发现刚才的剧情。好，那所以这边要直接去我房间。可是那个你如果八卦能力又不足的话，不是说是我们要出发了吗？好，不管。小子竟然没中计。臭丫头，你不是急着要回开封找玉佩吗？搜仓库时我把手绢弄掉了，我是回来找手绢的。搜仓库时把手绢掉在我房里？不好，一时慌张说错话了。总之现在找到了，我要走了。没有合理的解释前哪都别想去。另外这还你，我收不起。小金佛，沈娘说的对，这丫头不能信。我真傻，居然还想帮她说话。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总之我回开封了。我方才说了，不给出合理的解释你就哪儿也别想去。你别过来。什么？这是我要问你的吧？你想做什么？无礼之徒，放我走！我就不放。哼，那我只好硬闯了。闯得过你就试试看。Google。罪证确凿，没什么好解释的。等等，听我解释啊！哦，听我解释，听你解释还要被你打。哎，有机可乘。嘿，太快了。我绝不能就此收手的。让你见识沧江派真正的精髓。我知道算了。放马过来吧，能解吗？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紧追不舍的男人是会被讨厌的。你的屁呀、啊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既然你如此不客气，本姑娘也要认真了。紧追不舍的男人是会被讨厌的。嘿，接招吧！这招你能解吗？一点都大意不得。紧追不舍的男人是会被讨厌的。好痛！痛死！这招能解吗？小女贼，服输吗？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
我说，你别这么生气嘛。哼，小女贼总算愿意开口了，快说。怪了，我为啥要这么生气？啊，因为她擅闯我房间，没错，就这原因。你别小女贼这样叫唤，我可是有名有姓的。都摸到我房间来了还不算贼？好，这次是我的不对，但你得答应我，我说的事情千万不能外传，连你婶娘跟师傅也不行。哼，你先说说看，我再决定要不要替你保密。不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说，这事儿对我很重要，帮我保密好吗？啊，不知道现在苦肉计还有没有用。这丫头吃定我会心软，罢了，我就先听她说，至于保密，到时候看大爷我心情。行，我替你保密，快说吧。先换个地方说话吧，不然被你婶娘撞见，我可不好解释。我其实一开始就听说那枚玉佩在你师父手上，所以才想要仔细检查梁大侠可能藏玉佩的地方，但是我原本不想让你们知道这么多。既然你一开始就知道玉佩下落，那还为何要让我带着你在村里到处问？该不会连那什么有婚约的少年也是编出来骗我们的？不，那是真的，现在说什么可能你都不信，但除了玉佩下落之外，我没有半句谎言。如果你没说谎，那直接找我师父岂不更快？我可不敢直接问，也不觉得这是个好方法。主因是家父虽不是坏人，但他的确做了很多不得已的坏事，也因此与梁大侠交恶。若梁大侠得知我的身份，想取回玉佩更是做梦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你需要这样偷偷摸摸，还让我顶着大太阳在村里闲晃。奇怪，平常也不是没被师父耍过，怎么这回如此生气？哎，这家伙看起来脸色好些了。总之，方才已经确定东西不在小溪村了，我再顺着信上的线索回开封调查看看吧。谢谢你们的帮忙，这次我真的要走了，再待下去若梁大侠回来可就不妙了。对了，这个还是请你收下吧。拿这给我，是要当封口费吗？不是的，这是开封城内大相国寺住持开过光的护身符，我是真心想要送给你的。既然是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为什么要送给我？大概是你跟他有点像吧，这小金佛就是当初要送给他的回礼，可惜后来……喂，臭丫头，发什么呆？他发呆的样子还挺可爱的。我在乱想什么啊？总之你当他是什么都没关系，好好待在身边，他可以保护你平安的。有缘再见了。总觉得这丫头还隐瞒了什么，保平安的小金佛，我在小溪村哪可能不平安？算了，也该回家休息了，不然若是臭老头回家，我就真的不用休息了。好，这样的话才有，这样如果你的技能不够的话，可能就傻傻的就去大厅休息了，然后就出发不到了。我先回那个杂货店一下。这个包贵不贵？算了，250。好，我们快转吧。师父竟然回来了，看来是没得休息了。臭小子，过来。这语气听起来准没好事儿。听好了，为师今日要授予你一套掌法，起名为幻波浑元掌。等等，没什么好等的，
别浪费时间，闭上嘴看着。掌形圆润如流水，似清溪，拳形浑厚拟白波，笑猛浪，其劲外柔内刚，其形乍窄实则广阔无边，以水滴穿石之势行波涛之理，如梦似幻，视为幻波。臭小子，都记得了吗？这套掌法概念与玄和剑法相似，却有些微妙不同，虽然能理解八成，但还有些地方没弄懂。我算了，我试试便知。臭老头，你到底让不让我说话？哼，让你说话一定又没好事。接招。哇，那么硬干的啊。OK， 城内武器，跟、okay、臭老头，哪有人这样说打就打的？再说话小心咬到舌头，看招！然后凑够一成左右伤害就够了。OK。他偷打我，没闪过。哎呀，太大意了！臭小子，别逞强了！哇哇！嘿，让你歪打正着了，臭小子，看招！臭小子，别逞强了！帅，等会下去不会命中。水能穿石，其中的道理就让你见识见识吧。让你歪打正着了。我想用这招看看。就来教你。满江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水能穿石，其中的道理就让你见识见识吧。哦、有机可乘，今日就来教训你。有机可乘，看招！哼哼，为师的今日就来教训。哼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哼，瞧你破绽百出的。防个屁！哼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！臭小子，别逞强了！太大意了！哼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！哎，有机可乘！是啊！哼，小试身手吧！哦、有个难打的，降低御敌频率。臭小子，还不赖嘛！今晚戌时，到大宅上的崖旁找我。什么事啊？这么慎重，不能现在讲吗？到时候你来就知道了。好吧。葫芦里不知道卖什么药，有什么话直接讲嘛。哎，不想了，先休息吧，说不定晚上又挨揍。臭小子，坐。给。这是你的成年贺礼。为师最近有些不得不处理的事，无法在此久留。就算你现在武功初有小成，也不可懈怠，知道吗？沈娘会督促我的，您就别担心，尽管去吧。你呀，打小就顽皮，每次要你练功总是跑去偷懒，
要不就去找你婶娘撒娇。那是因为……但每次我交代的重要事情，就算你嘴上说不要，却还是有放在心上。方才那个是我刚学拳时用的东西，留着妥善运用吧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替我照顾好阿离，好吗？好。师父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这般婆婆妈妈可真不像你。孩儿，为师平日虽然对你严厉，但疼爱你的心与你婶娘并无分别。是，这些话师父不说，徒儿也都懂。十年之前，为师与一位厉害的对头比武，当时他神功未成，为师侥幸获胜。十年之前？此后江湖再无他的传闻，我近来却听到了一些不好的风声。哦，很可能是他重出江湖了，因此我得好好去查查。算起来，十年，他也该练成了。师父，十年前，我七岁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何我完全想不起来？你也不跟我说。还有，这对头当真如此厉害吗？孩儿，有些答案必须要你自己去寻找，为师没有权利替你做这个决定。师父这个回答真滑头。我得走了，若他真的重出江湖，我留在这里会连累大家。我不相信他这么厉害，不如我们一起去把他给挑了吧。别说傻话，为师去了，你好好听你婶娘的话。另外，他日若有急事，便打开小厅堂里的柜子，凭你定能找到我给你留的帮助。是，师父千万小心。师父虽然常常不在小溪村，但这么慎重的道别还是第一次。他遇上什么事了吗？算了，多想无益，天色也暗了，先休息吧。是谁？我脚步放得这么轻，没想到还是被你察觉了。李女侠武功不减当年，我在这里真是埋没了。被江南第一剑的梁大侠称赞，师妹我可不敢当。只是今日大师兄兴致倒好，这么晚了还带酒来找我。这桃花酒名驰蓟北三千里，未战江南第一家，堪称一绝。莫怪你当年不惜抛剑也要嫁来此处，值得，太值得了。大师兄，这是在赞我好眼光，还是在赞这美酒啊？千里马还需伯乐，我自然是在赞你。得了，师兄，你有话就说吧，吞吞吐吐的真不像你。哎，这十年来真的多谢你了。你我兄妹用不着道谢，再说经过这么多年，我早就把他当成自己儿子了。倒是师兄，你何必老恶声恶气逼着他成天练武呢？他呀，性子有七分像我，放荡不羁，不受管束，这样下去只怕会过于安逸啊。安逸不好吗？在这乡下没人来欺负我们，我们也不欺负人，不也平安过了这么多年？是啊，没想到能过上这些年平静的日子，只是这好日子恐怕马上就要到头了。师兄何出此言啊？难不成是他？不会的，当年中了师兄你那一剑，即便是他也不可能恢复功力的。前朝柴家的神庙武学，你我可是领教过的，如今恐怕连我也不是对手了。莫非柴教主真的重出江湖了？我还查到我的好师弟雀苍鹰也入了教。二师兄，他居然加入了魔尼教，他这样怎么对得起师父？明日我便要启程去调查他们所谋何事。大师兄，
当真明日就要离去？事关重大，不如我们再仔细讨论。不能再拖了，时间一久，他们总会找到这里，届时世上再无小溪村。我懂，但我不能让你孤身犯险，不如我们一起。别说傻话。师妹，我此行需深入虎穴，未知今后生死，这个只得麻烦你了。这盒子里面是一颗石头。这是他母亲的遗物，你哪天觉得是时候了，再将此物交给我那不孝徒儿。天哪，这颗石子莫非就是……原来江湖传闻是真的，这东西原来一直在你手上。他视你为母，你就和他说这是你求来的护身石，他便会好好收着了。我明白，如今柴药再现江湖，更不能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了，否则……你知道这些年我为何如此狠心锻炼他，他唯有比所有人都还要强才能活下去。唉，我知道，这可怜的孩儿就交给我照顾。哎呦，对了，有一件事儿我忘了告诉你。什么事情？如果我的推论无误，朝廷那里也派人来了。什么？这样可麻烦了，是枢密院的人吗？唉，应该不是，来的是一个叫赵深的姑娘。我原以为她只是要找回她的玉佩，便要你徒儿帮她，他们却从仓库翻出王老头的信。混小子，帮人帮到自家仓库找东西，傻了吗？放心，我随口编了个假名，他便回开封找人了。好险你机灵，看样子朝廷跟摩尼教都准备动手了。事不宜迟，我明日一早便出发。至于另一方面，安心交给我吧，没凭没据的，一个女孩子家也做不了什么，倒是你千万小心呢。我明白，多谢。有人在家吗？有人在家吗？什么声音？好累。可恶，臭老头昨天不知道吃错什么药，又是训练又是夜谈，害我睡到现在还是累得半死。别睡了，起来了。吵死了，到底是谁一大早来吵本大爷清梦？好，然后我以为跟师傅打完还有机会见到他，不过现在好像没机会了。那因为我们有送他，要送他一瓶酒，然后他可以在帐篷中送他，所以我等一下再督挡再去做一次给大家看。好，我们先快转。好，就是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帐篷中可以按右键给予，那我们给他酒。看住！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哦，给酒就结束了。臭老头，看看这是什么？那是醉仙酿。哎，难得我给你带了壶好酒，再打下去，说不定酒都洒了，可惜啊。你，这，啊，我真可怜，四处奔波就为了替师父找一壶好酒。谁知道师父却因为记恨以前的琐事对我大打出手，连我的成年礼都不参加了。啰嗦，拿来。好酒痛快，看在你的心意份上，暂且放过你。今晚去时到大宅上的崖旁找我。什么事？这么慎重，不能现在讲吗？到时候你来就知道了。好吧。
葫芦里不知道卖什么药，有什么话直接讲嘛。哎，不想了，先休息吧，说不定晚上又挨揍。